Yeah.这德利的距离把握还可以，玩的还可以。 这样换血辅助是亏的，他们能先到我，这个救不了了。 我想冲那个墙移过去，那个墙移过去，我试过，我失败了。其实这个可以 A 的，这个真可以 A 的，你配合我两个人。 还能顶住，还行，快走快走，够了够了，我这波发育发育。 这个线，这德利已经小崩。为什么我给他小崩这个说法？因为他这个还有个猫咪加德利这个组合的优势，知道吧？小崩，只能说小崩。 你要说他现在是个卡莎，那我会判他为一个大崩。我比他强，快走快走。 波比来下是个什么鬼啊？波比是中单，应该没有来人感觉。打龙球。 不要试图去追着泽利去，哎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跟他换
他是有一个先就是绝对的先手能力的，你跟他上去打他是有个绝对的先手能力，如果不是伤害说换血碾压碾压式的上去换血，也不要那么很轻易的跟他换。不然你绝对会要被他 Q， 你去 A 他两下可能要被他 Q， 也 A 他一下可能要被他 Q 两下，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，有毛病是吧？他要上来打我一下，我还以为不知道还以为他是偷钱，我操！走位。这打野如果在上路做事的话，我们就在下路注意一下打野，知道吧？就不要被开到最好。开到的话会给打野增加压力的，这游戏就是这样的，你如果好抓被好容易被抓，哎呀哎呀啊，这个 W， 但这种都是消耗上的一个情况，我带迅捷的话是能一次次的回上来的。为什么带迅捷，我个人觉得很舒服，就是你不管遇到什么辅助你都能玩，知道吧？哎，好难受，我操，好难受啊！还没蓝方大了。他也来了，往前压吧。人太多了，是不？走中单赶不上。刚刚有人说。有人说我，因为我没看清啊，有人说要我闪现往前杀这个哲力，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波他是有个虚弱的，我刚刚做错了那个决定，有解跑才好，但这波可以拉谁？我打你妈！不过我把他们引出来，能不能杀？哥们儿，他们现在这波人都是不在的，这波人都是不在的，可以看情况处理一下，别急。有一点适应了，但我觉得并不是，你什么？哎，想走，还想走，哎，可以想走。卡视野，这不知道吧？在睁眼消失的一瞬间，你先往前走，再回头，他们就没视野，他们可能会觉得你走。他刚清完线是绝对有视野的，知道吧？再把他们野怪吃一下。
这个 W 能早点那个，我应该能再减速他一点。不过这波比这样处理还挺牛掰的。哎呦，我看那个影子，我以为是妈的他人在那，我操！我的，不好意思，兄弟。看一下，找一下人，两个人，必须追杀他。坏了，这我就感觉他可能会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波跟我过来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，很害怕呀。找一下，我看一下德利会不会来。德利不来算了，他波比太慢了，他波比要被他们人蹲的。等小龙吧，下波。这个齿轮可以吃的，只能吃了。别急，那么近。民族，我只能说 YYDS， 他能给的伤害加成太高了。我，哎，我五杀了，兄弟。我五杀了，我干！操！啊，真的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英雄，这个版本啊，这个版本，我觉得这个英雄配阿菲琉斯很强。我就这么跟你们说，这版本我配这个英雄打线就没输过，我操！因为我要搬机器人，知道吧？如果队友玩这个英雄，我搬个机器人，一般来讲就是不会。